这丫头反应怎么这么强烈？少爷，许念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和一个人关系很不错，那个人似乎是穆家的私生子穆随风。放开他！顾总，我想咱们还是法庭上见吧。别以为用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，让弯弯答应嫁给你，就可以抹去你强迫她的事实。小念，瑶瑶。 你怎么下来了？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？我怎么感觉你脸色不太好？我没事，风哥哥。这又是哪出戏？一边喊着要带我的女人走，一边又对另一个女人嘘寒问暖。顾总，您跟风哥哥是不是有些误会？他不是有意冒犯您的，只是太担心小念了。小念从小就喜欢风哥哥，风哥哥自然关心他，这才……闭嘴。 从小就喜欢，真是可笑。宁夕瑶是在故意激怒顾明衍吧？为什么？我都不和他争穆随风了，为什么他还是不肯放过我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是跟我走，还是跟这个男人一起待在宁家？你曾经说过，只要你得到该得到的东西，就会带我远离宁家。 陪我一生一世，这些话还算数吗？只要你说算数，我就离开顾明衍，跟你走。弯弯，顾家看不上你的，顾明衍也看不上，他只是在利用你。那你呢？你又算什么？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不在我身边。哼，如果你是为了我好。 今天应该娶我的，就应该是你了，弯弯。我，互诉衷肠够了吧？跟我回家。弯弯。嗯？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嗯。哭什么？穆家那小子惹你生气是不是？我帮你弄掉穆家好不好？只要你点点头。 我保证穆家混不到明天。为什么要偷？你舍不得他是不是？谁要看你脑子？给我从车上滚下去！你自己走回去吧。这里离市区将近10公里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回市区。啊，有车经过，如果可以得到帮助的话。 许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钟国栋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要快点离开！<笑>你以为你跑得了啊？你别以为自己有顾明衍做靠山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我看这次谁还能救你！<笑>不要！你今天最好听话，否则……你叫谁听话？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 你是想死在我手里吗？顾总，您放过我，我以后绝对跟宁家划清界限，不再找许小姐麻烦。宁家是宁涛和姜婉丽让你来的，敢碰我的人，你觉得我可能放过你吗？滚！少一听，我躁郁症发作了，周国栋好像快被我打死了，你叫人过来处理一下。 带着药来，尽快，我怕我会伤到许念。